早安老，老板老板娘，你好吗？我要做点啥？我特别想吃点什么菜？我今年二十周岁，我的身高一百五十五分，我体重四十七公斤，我还没结婚，我没有做猪肉，但是可以做肉窝铺排骨，我,不怕我的身高一米九，我以前在台湾工作，照顾我妈儿女。我要去香港赚钱，工作帮家人。 我可以煮饭。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照顾小孩，没，照顾小孩没东西。我要来跟大家好好工作。谢谢老板，老板娘，拜拜。